鲜鱼搭配特制的蜜汁茄酱，营养口感一应俱全。盐腌制它表示已经有熟成，对，所以你不要说那个，但它不到全熟，对对，还有两种不同的番茄，里面的汤汁又出来了，凤梨就可以稍微下去了，凤梨哈。黄瓜香肉就用了福菜，让料理的风味更上一层楼。甘甜甘甜的香味哈，腌制的那个香味，太白粉增加它粘着的效果。其实它不摔打也是没有关系。OK， 喜欢吃馅，你就动花大一点。脆嫩的猪腰搭配热炒咸香的蔬菜，微辣的滋味，保证让你赞不绝口。增加它的一些刀痕啊，是让它入味。两种干辣椒下锅带来的，一个是黑豆瓣，一个是红豆瓣，所以它就有两种不同的香味。那下去之后啊，我们就整个把它拌均匀。